好炸好炸！我操，这人锁子哥，我直接头飞了，三枪才能飞，二级头。我操，刺激！应该还有一个。走房子。完了，兄弟。很多人救吗？先别造一脚。我来救。别造一脚，我就要爬一下。我一边另外一侧，后面滑车了，得赶紧进去。直架着他。人不多。架。谁进吧，谁进去。另外一边我扔闪了。啊，就这俩。教练，教练，你刚刚看，他在房顶还是在哪？啊、对，我不懂他在房顶还是在哪，我一直看不到他。房顶。不能对，位置不太好。就我们从那路过，他一定会开一枪。快点，树上跑了个人，看牛逼！热烈的马哦，没事，能直接救的。我不守家了，兄弟，我出来了，兄弟。快点，树呢？我左下有树的，我能打树的，等一下就死了。树的倒了，我左下。不要点，往土里跑。啊，我讲点贴点一个，快！傻兄弟。我裂开，没事，靠你们了。把我系住了，堵外面了。哎，我被白了。哎，对，挂了。不知道回房区，兄弟。左上有。哎，回吧，没事，他被冲，让哪个倒了？左边那个好像倒了，三一倒。左边倒了，他被挂的给砸了。我要把这一队给杀了，真的。跑到右边的吧，就你炸倒那个了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。在哪里？你给我标点。完了。OK， 我们已经赢了。哎，他有人去。他们说我们已经赢了，兄弟们。隔壁五百。啊，依兰直接，哎，左边。看到。准，依兰准。没事，倒，还有一个。别激动，顾婷。没事，别激动。我怕你死了，我一点都不激动，我就是鱼儿。草莓拖在板有点抖啊。什么意思啊？顾婷，快去后面包，找个拖板来。没有。你说哪个包有？这个包有。你去一边包，找个拖板。一边包，你去一边包，一边舔包去。舔什么包？加油！依兰最后的冲锋。他直接开锁，我不管他了。依兰出大了！哎呀，可惜了！